好嘞，宝宝说好，可以吃冰淇淋啦。哦，你来给宝宝试试哦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乱七八糟。这是什么？山爬呀。山怎么会长这样子嘞？因为这样。在这里，在水里，在山里，在天空里。乐乐以后想当什么呢？天空。你以后想要当老板，还是当学生，还是当老师，还是当业务？当警察贝贝。你以后想要当警察贝贝哦。然后嘞？蹦蹦枪，蹦蹦枪哦，还有嘞，蹦蹦坏人，蹦蹦坏人哦，是不是？你可以给我看蹦蹦坏人，真的吗？妈妈在拍妹妹啊，有没有很可爱？你可以看什么呢？你可以看我的蹦蹦。一喷火的。我们可以来聊天吗？我们可以 talk talk 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行。这是我的手机，你不可以碰。可以了。不行。可以了。你去拿水喝，你的嘴巴很不好闻。老公，他的水嘞？去找你的水来喝。水杯要喝酒了。随便呀，来帮爸爸充电。这边插进来就好了，这个插进来，这个插进来。哎，不能摔到地上啊！插好了吗？可以看呗。不是。为什么？来。为什么？充电，爸爸说要充电。我要看呗。没有充到啊，乐乐。有充到没？没充到。有。好了，这样才是有。不要，不行。妈妈的手机也要充。你看，妹妹咳嗽不舒服嘞。妹妹辛苦嘞。妹妹辛苦。